过主管。业务主管，业务主管，好，两个人非常的尴尬，两个人靠近一点，来靠近一点，对对对，这位新的部主管呢，就知道在里面呢，都跟正式团的老板聊这边，来，我们先看左边，来，你坐左边，左边，好，那大家知道今天呢，最终回的师兄也是会有一些在更令大家期待的后续，来，左边，左边。下面，来右边来一张，中间来一下哦，中间中间中间，中间中间中间，感觉会不会听思聪来讲说你们这个媒体？来左边，再放这边那一张，好，来左边那一张。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请我们的来，我们的新闻部主管一起上来，我们来做弟子名节放部分吧。两位今天就是最后了。陈玉来了没？还没。为什么要 GQ？ 好，哎，对啊，你说。为什么要 GQ？ 没有啊，他在路上，所以希望他赶快来，可以解救你。就是对啊，因为就是最后一集嘛，那大家希望就可以有个机会也一起看这样子。那这现在要不要说一下，现在就是终于不用用狼狈来示人了，不用像剧里这样每天都狼狼狈。对啊，就是可以做自己，蛮好的。对啊，因为最近我发现，在路上其实还是蛮少人会认出我的，因为可能跟里面样子太不一样，所以其实也蛮好的。最近走在路上还是蛮自在的，所以都没有人叫你思聪这样子。有，那天我坐搭捷运的时候遇到一个妈妈。他一进捷运，然后看到我就你不是那个，然后就没讲。我想很想跟他思聪。对，身边会不会有人觉得你是不是真的生病了？哦，其实有一些收到网友的留言或是私讯，就是他们会问我是不是真的生病啊，或是他们会跟我分享他们生病的经历。对啊，其实蛮感动的，就是看到这些回馈。对，是把你当病友了。可能他们觉得你也有，你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所以他们就会很开心的跟我分享说我有这些经历，但是我现在还是很勇敢，在面对这方面的疾病，所以我就也是会尽量能回的都回，就是鼓励他们一下这样。你不会回说，其实我没生病。是不会啦，就是说，我说虽然加油没有什么。说加油不好，但是我还是想帮你们打打气，希望我们可以有勇气继续面对，好好生活这样。嗯，那今天就要看到最后一集的心情怎么样？其实，有点复杂，因为下个礼拜就看不到了。但是我因为我还没看过，所以我会很期待说最后的两集会是怎么样呈现，也希望自己能被疗愈一下这样。那个过程是不是有很多朋友给你敲完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之类的，一直问你会吗？会问，但是我还是坚持不爆雷啦，因为想爆也，因为这是去年拍的嘛，其实我也忘了，对，所以我在等最后两集，就是大概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可是说有没有对哪一场戏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场是今天会播出的，是最后，但是这个讲出来就爆雷，反正最后。思聪他会有个大的情绪反应，对，所以我自己还蛮期待这一场戏呈现出来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当时演出完之后有没有很难走出来啊？有一点，但是我觉得那个并不是，这个我还在找答案，就是我还不知道我演过这些角色对我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觉得角色很像一个朋友，就是你跟他密集相处了一段时间，那最后，杀青了，你跟他不会再见了，但是你们相处之间的习惯啊、想法还是会留在心中，所以等着看吧，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对，一直说就是不要爆雷，但是只有被盗版提前泄结局，会不会觉得很可惜、生气？这个请新闻，新闻主管，就是
不过我觉得我们看起来目前大部分我们的观众们还蛮挺我们的，因为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了。那这个戏最后留下这个惊叹号，到我们倒挺意外的。但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反而凝聚一个大家的力量，希望大家可以在最后两集的时候，大家在电视前面或者是在各个网络平台，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同把最后两集这样享受完，这样子大家应该会获得很好的疗愈，这样子。嗯，那你觉得有可能会续集吗？续集不要问会有续集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可能也要看公共电视整个评估吧。对，因为这个戏从刚好去年的4月20号开拍嘛，刚好到哇，今天刚好是去做到昨天刚好一年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昨天大家也挺感触的，就是这一年的路子走的还蛮漫长的哈，然后也得到，其实确实得到大家好的回响啦。那这个是我们知道它是会是一个好戏，只是没想到可以把大家生命中、生活中很多事情在心中一直回荡。我觉得这个是大所有的工作团同仁、工作团队是非常开心的这样子。对，所以如果有机会吧，如果大家觉得很好，我们再看看公司的怎么样，他们也许有机会，也不知道。对。觉得当主管比较紧张，还是现在比较紧张？现在，因为其实那时候，当然，因为我在媒体也算蛮多年了，所以其实演这个，他们就觉得我可以胜任。可是我最近就一直接到很多人就是留言说啊，这个霸气主管。可是我又回说，其实我还是很温柔的。但是就是为了戏表演上，不过也是啦，就是说，这次。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彩蛋演员，大家都知道，编剧啊、玉婷姐啊，各式各样的，就是大家同心一致，想把这个戏的环节弄好，这样。所以，这个戏是从开始到结束，还有中间很多小细节，我们确实都仔细的评估判断过了哈。那确实这次，大家喜欢，我们其实也是蛮欣慰的这样子。谢谢谢谢。稍等一下，不好意思，可以再问一下吗？大概有没有拍的？要不然今天到哪里？就是还在查也报案，报警已经报警了，然后就是已经报警了，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交给他们先处理，然后我们内部就也就也就等他们反应吧，我们也没有特别。你要继续解释。因为大家那个，因为我们听到那个新闻部主管的那个召唤，所以我们请陈瑜的部分已经到场，我们是不是请陈瑜？来，我们请陈瑜。来，我们先请陈瑜一起加入我们的新闻媒体的联访当中，好不好？因为那个为了让那些新闻部主管先上，你们先上。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问题的部分，然后等一下再让我们进行拍。有没有要五万陈宇问题的？要不要说一下终于要迎来最后一集的心情？非常期待，因为我自己也没看第九、第十集，应该会是觉得哇，走完这个旅程很有力量吧。嗯。对身边朋友有什么回响给你吗？回馈啊，回响。身边的朋友都有看，我家人也都有看，然后我哥他看完那个就是小明被枪决的那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快哭快哭的，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如果没有看这个戏的话，他会觉得他一定完全是站在被害者家属那边的，是因为可能因为我演那个加害者家属，所以他才觉得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那自己们对哪一场戏印象特别深？很多哎，最深。我跟他有一场，等一下晚上大家看就知道。你们讲是不是同一个？不是，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嗯，对，应该不是。我不知道讲哪一场，应该不是。对。如果有人已经抢先，就是不小心先看到那些爆雷的，会不会觉得很可惜？我觉得很可惜，但我有把一些有在我这边留言的爆雷的留言，我赶快把它隐藏掉，那个隐蔽掉，这样。
应该他们应该也没想那么多，就只是想说赶快来跟我分享说看完的感觉什么的。对，但我就想说等大家一起看到之后再说吧。这种没关系啊，这个戏我觉得看几次都好看。对啊，所以可以多看几次，可以多看几次。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会看两次、三次的。对。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制作人跟我们的石原姐一起进来跟我们拍一张照片好不好？来，先合拍一张照片，我们请大家拍。谢谢。哎、欸，这谁的麦克风？好，这张麦克风先举手的。来，我们先来请我们的制作人跟石原姐。石原姐竟然被你到中间。继续吧，没有吗？没有。哎，对吼，石原姐也是演员的。对不起。好，位左边。好了，位这边，对吧？中间开始哦。然后这边。最后我们看最中间的那一个，对，最中间的那一张。好的，好，谢谢。那我们今天还是我们就我们两位演员当拍。